切吧，一问一答自我介绍。那么要开始了，准备。你的名字是 Andy 婷。怎么称呼呢？ Andy 婷呢？你是怎样的 VTuber？ 生日是？4月10号。年龄是？干你屁事。性别是？女的。身高呢？13。出生地呢？我台中人啦。魅力是？知道呢。虽然很多人，但是请模仿一下。喵。喵，在哪里活动呢？括约肌。开始时候的问候语。来，左边听听，右边不要听。结束时候的问候语。感谢这光哥做的呢。粉丝标签是。听粉。直播标签是。你听。二创图书标签是。你他妈要问我啊？粉丝名字是。死粉。喜欢的颜色是。是。喜欢做的事情是。开车。擅长的事情是。做母汤的事。在这里，请简短的说一句爱的告白。I stand。爱吃的食物是。尼格。爱喝的饮料是。喝奶。喜欢的漫画是。老夫子。喜欢的动画是。圣诞之吻 S。喜欢的游戏是。绝地求生。喜欢的音乐类型是。声音。不擅长什么呢？嘴炮。尊敬的人是。大哥。愿望是。希望看我影片的人都很开心。请对大家说一句话。说这么多，大家喜欢上我了吗？如果还没的话，欢迎大家来上我。